大家好，我是陈星杰。之前我们分别讲解过牡丹花的花头、花叶以及枝条的画法。有朋友留言说，为了方便学习，希望能够把这些内容串联起来，这样便于他们学习的连续性，也便于各方面的学习。今天我们就把牡丹从花头到花叶到花枝，以及不同纸张、不同画法，全部都呈现给大家。通过这一课内容，我们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牡丹的各种画法。下面我们就从用笔、用纸、用色方法，以及牡丹的各个时期、各个角度、不同颜色、不同方法的画法介绍给大家。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一部最全的牡丹画法。用笔最好是稍微大一点的羊毫或者是尖鬃的提斗笔，笔大一点，调出的墨色和颜色变化比较丰富，笔肚大一点，含水量丰富，画出的花瓣和叶片质感更强。我们今天选择三种不同的纸张，让大家看一看不同的纸张表现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同样，我们选用了白粉、曙红和胭脂。如果有牡丹红，可以替代曙红。首先蘸上曙红，在盘中慢慢调匀，然后笔尖再蘸一点胭脂，再稍微调匀一下，画出牡丹前面的主要几个花瓣。因为是要对比纸张不同效果，所以我们只画出一组花瓣即可。我们现在用的纸张是云龙纸。这是普通单宣。这是精选特净皮。我们来看一看三种纸画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云龙纸色彩还原还可以，但笔触不明显。普通单宣吃色比较严重，色彩还原比较差。特净皮从色彩还原到笔触都非常好，非常适合表现细微的墨色变化，所以很多人喜欢用特净皮画花鸟作品。这是用偏淡的颜色在特净皮上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细微的笔触变化。这是用偏浓的颜色来表现花瓣。这是利用笔触来表现花瓣的褶皱与转折。侧握逆风行笔可以表现花瓣边缘的折裂。连续的用笔适合表现褶皱的花瓣。在用逆风画里层花瓣时，颜色要偏重一些，笔锋的水分不要太多，这样便于表现花瓣的折裂效果。下面我们看一下画花瓣时加白粉与不加白粉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添加适量的白粉可以更好地表现花瓣的质感。当然，具体加不加白粉要根据画面的需要和个人的喜好。下面我们从花托开始讲起牡丹的各种不同画法。花托也叫花蒂，花托的颜色是用藤黄加花青调出所需要的绿色，然后笔尖再加一点点的胭脂，这样颜色就调好了。画时通常先画大萼，然后画小萼，再画茎。大萼有三片，小萼也就是副萼有六片，
大萼位于花瓣的外层，紧贴着花瓣，形如扣钟。初开的萼片为嫩绿或者是嫩红，副萼片也就是小萼片，它环生在大萼片之下，形如带状。花萼它是承上启下结构的关键，不可以忽视。下面我们看一看花蕊的结构和画法。花蕊在花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犹如人的眼睛，在颜色上起着对比提神的作用。画好花瓣花萼后，再点以花蕊，才能组成完整的花冠。花蕊分雌蕊和雄蕊，雌蕊位于花心中央，形如小石榴，越长越开裂。当花开谢的时候，其形状就像烹饪用的大料瓣一样。雄蕊位于雌蕊四周，初开的时候花蕊丰满，排列整齐，呈棕黄色。盛开时蕊落于外，较初开时灵活，色为淡黄。当花将谢的时候，蕊渐干而且卷曲，蕊色乳黄。雄蕊是由蕊头和蕊丝组成，蕊丝上接蕊头，下接花心，蕊头形似米粒。画色彩牡丹时用饱和的黄色点出。我们现在为了便于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在棕黄色里面加入了一部分胭脂，这样对比比较强烈，便于观看。我们在画雄蕊时要注意聚散关系，不要拘于一蕊一丝，可以根据画面的需求来画。画蕊头用笔下沉要有力，色彩要饱和，画蕊丝用笔要有弹性。下面我们看一看小花蕾的画法。小花蕾的形状似桃，三个大萼片相抱得很紧，花瓣未露或者是即将露出。小花蕾出现在群花之中会显得很有生气，可以在形体和色彩上起到丰富多变的作用。画的时候是用笔先调成脂绿，然后在笔尖再蘸上少许的曙红或者是胭脂，笔尖向上，笔肚向下，画出大萼，然后呢再画出下垂的副萼和花茎。我们再看看大花蕾的画法。大花蕾就是以见着花瓣或者是见到花瓣的大部分或者是全部，但不见花蕊或者是初见花蕊。大萼和副萼都像后背，花瓣内紧外松，形成方形、梯形等不同形象，非常生动。大花蕾形小色艳，与盛开的花头形成对照与呼应。在画大花蕾时，用笔用色和画花瓣，它与画小花蕾的萼片相仿，只是大花蕾的花瓣与盛开的花头相比，其花瓣的外形弧线应该更紧凑，褶皱少一些。我们看一看初开的花朵画法。初开的花朵是大花蕾的继续和发展，花瓣已经全露于外，排列整齐，花蕊出露，色艳欲滴，美丽动人。画初开花朵要注意外圆瓣的处理，褶皱变化要比大花蕾更多。在画时要注意不要过圆过板，要既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又要有婀娜多姿的感觉。再来看一看盛开的花朵画法。牡丹花是昼开夜合，第一天合得比较紧，第二天合得较松，三天后就更松，并且开合无定。盛开的花瓣变化灵活丰富，特别是外层花瓣面积大而且变化多，是画好盛开花头的关键。花瓣的表现也有别于初开的花朵，初开的花朵蕊头不能放开，很少见到蕊丝，而盛开时蕊头松开能见到蕊丝，所以在点画蕊头蕊丝时要注意疏密的变化，
不要机械刻板。我们再看一下侧面花朵的画法。侧面花朵它的形状呈扁圆形，扁的程度是伴随着侧或者是正侧的不同而不同。全侧面花一般看不到花蕊，画的时候只点花瓣和萼片。画花茎时一定要注意花头中部位置的自然连贯的趋势。我们再来看一看背面花朵的画法。背面的牡丹，它的花形大概呈圆形，能见到大萼和副萼的全貌，看不到花蕊，花瓣层数的变化也比较少，但两层花萼的浓淡变化要认真的对待，不可以大意。另外花茎的添加一定要按照花头的势态顺势添加。下面我们看一看白色牡丹的画法。我们选用的纸张是没有经过漂白的原色半生熟纸张，这种纸张比较适合小写意的画法。首先我们用白粉来画出花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笔蘸白色以后，笔尖蘸上少许的灰绿色，就如同画其他点素花瓣一样的方法，直接用笔画出带有浓淡变化的叶片结构。我们现在的方法是先用白粉画出花头的大势，然后再用灰绿色来染花瓣的不同变化。然后再用偏深的灰绿色来点画花心的最深处，并在画面未干时来点画出花瓣的结构关系。并整体调整花瓣的结构，增加立体感。然后再用白粉提一下重点花瓣的位置。
最后点画花蕊，这样使画面的色彩鲜明度提高了很多。白色的牡丹洁白无瑕，使人感到静谧素雅。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蓝色的牡丹的画法。我们用的蓝色的花青不是单纯的花青，我们加入了少许的赭石以及淡墨，还有一点点的胭脂，这样调出来的色彩比较沉稳，不会艳俗。大写意的作品用笔要自然洒脱，不要拘谨。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讲一下画牡丹的三个必须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就是用色不当，炫红搭绿，尖跳刺目，臃肿软皮，这个呢被称为甜俗。另外就是一味的粉厚色浓，干色涂抹，质腻浮胀，色墨混浊，这个呢被称为脂粉气。第三个呢就是凝结刻板，僵硬平均，造型沉浮，缺乏生气，这个被称为工艺气。画牡丹最重要的是要表达牡丹花的高贵而不俗和雍容大度的气质。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是好看，什么是媚俗，所以往往容易犯以上三个毛病。在这里我们用曙红来点花蕊，这样是为了加强色彩的节奏与沉着感，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色彩对比，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最后呢，我们画的是分瓣花头的画法。这种画法呢，主要是清晰地表现出花瓣的外形，以清晰的花瓣外形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花头。画法呢是洗净毛笔，不用调白粉，笔尖呢蘸上曙红或者是牡丹红，在盘中调一下，然后笔尖向下，从最前方的花瓣开始侧锋点画，然后用笔尖再蘸上点胭脂，稍微调一调，同样笔尖向下侧锋点画花瓣的肩部，这样来衬托出最前面的那两个花瓣，然后呢再依次向后画，再衬托出第二层的花瓣，一直画完最后所有的花瓣。画完后面的花瓣，再画前面的花瓣，从中心向下方两侧顺序的画下去。等全部画完之后，再以最深的颜色来点腮花瓣根部，调整关键结构。这种画法笔尖的水分不能太多，这样便于用笔尖来切画花瓣。加画花瓣时，笔触不可以雷同，要注意花瓣的宽窄、长短，要参差错落，富于变化。我们来看一看这种画法的特点，它是用笔触的切、插、托、衬等方法来完善整个花头的结构，使画面更加丰富，变化多端。最后用藤黄加白粉来点画花蕊。
花头部分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从小写意到大写意，从结构到用笔方法，从花蕾到各种角度的画法，以及几种颜色的表现方法，如果能对这些内容进行认真的了解和练习，你一定能够很快地画出你所喜欢的牡丹作品。接下来我们讲牡丹叶子的各种画法，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牡丹花是画花容易画叶难，因为花的体积小，花瓣集中，而叶片比花朵的数量多，琐碎丛杂，如果不能通盘计划，忽略生态体式，信手点簇，一定会支离破碎，不堪收拾。所以要三叶为一组的来画，既要处理好虚实疏密的关系，又要有一个整体的统一感。花可附加，叶无重笔，画叶落笔就不能改动，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叶子的结构和表现方法，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表现好叶子。牡丹的品种不同，叶片自然也就不同，但基本结构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牡丹掌状复叶结构及其名称，它是由叶柄、主叶脉、副叶脉、叶缘、叶梢，还有一个就是掌状伸裂，这个部分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适当注意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牡丹顶茎叶的结构及其名称，顶茎叶就是离花头最近的叶子，它包括叶柄、主叶脉、副叶脉、叶缘，还有叶梢。顶茎叶没有掌状复叶的掌状伸裂，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牡丹的叶子为羽状复叶，一柄九叶，俗称三叉九顶。我们来看一看三叉九顶的结构，在茎上生出总叶柄，然后第一叉有三片叶，第二叉三片叶，第三叉三片叶，所以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三片叶子为一组，当然具体的排列要根据画面的需要来确定。下面我们看看用笔画叶子，我们可以选用大一点的狼毫或者是尖棕提笔，勾叶筋和出枝可以用同一支笔，也可以用大一点的勾线笔。画叶子可以用绿色，叶柄带紫褐色，也可以用纯墨色或者花青蘸墨都可以。我们现在演示的是纯墨色的画法，笔尖蘸墨在盘中调一下，形成笔尖浓笔根淡的墨色。行笔要注意虚实变化，要很随意地掌握各种用笔的方法。完整的单片叶子为一叶三出，要三笔完成，叶背面色浅，叶正面色深，一笔落纸要分得出明暗。各种的用笔方法要多加练习，要应用自如。勾叶筋一般用中锋，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可逆可顺，并且墨色要重于叶片。用笔要分清主次，对前面突出的主叶要刻画清楚，对陪衬的叶片用笔可以虚一些。一般勾画叶筋要趁叶片颜色半干的时候进行。勾叶筋它是决定叶子的正侧反转的关键的一环，所以在勾画叶筋时一定要注意符合叶片的正侧反转的姿态。完整的单片叶子为一叶三出，要三笔完成，叶背面的颜色浅而正面的颜色深，一笔落纸要分得出明暗。画这种叶背与叶正面的叶子，要先画叶背面，然后呢再画叶正面。为了便于掌握叶子的画法，可以三叶为一组用笔，三叶为一个小单元进行练习。画牡丹的叶子要有疏密和虚实的变化，不能够像真叶子那样平均的对待。我们在勾画叶筋时，大家就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勾画的叶筋与真实的叶筋是不同的，因为真实的叶筋较少，缺少变化，我们要表现出叶子的正、侧、俯、仰的变化，必须靠叶筋的辅助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我们在勾画叶子时，用笔要果断，于中锋与侧锋之中，用笔落纸
即见浓淡变化，但是变化要服从整体，以免显得支离破碎。也有层次感，可以以淡托浓，也可以以浓托淡。牡丹叶子的造型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既可以偏肥硕一些表达雍容之意，也可以偏瘦弱一些以表达野逸之意。大组的叶子组合要注意三叉九顶这个生长规律，但画叶子组合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平均对待，一定要牢记我常说的那句话，要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前有后，有疏有密，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我们看一下几种不同组合叶子的方法。这是三叶为一组的组合，两组在前，一组在后，一虚一实，一主一次。这是两组组合，一疏一密，一主一次。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点簇叶子非常重要，但勾叶筋它也是决定叶子动势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一定要多加练习，不可轻视。因为我现在画的叶子都比较小，所以说我现在换一支比较小一点的尖中笔，让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会发现画小一点的叶子用小一点的笔会更加灵活多变，当然这要根据个人的习惯和喜好以及作品的需要来决定。我们现在画的是三组叶子的组合方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组叶片也必须有大小和疏密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画花容易画叶难的道理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叶子的前后重叠的组合应该怎么去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大小疏密的变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虚实的变化，这样两组叶片重叠在一起可以互相的衬托。这一组我们画的是大中小的组合，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小变化。在画这类组合时，我们除了要注意大小的面积变化之外，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轻重虚实的变化。枝条的穿插要轻松自然，要有弹性，这部分内容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画交叉组合。
我们在画风牡丹时，由于风势的作用，很多叶子会搅混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把叶子的组合区分开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浓淡虚实的变化，就是利用浓来衬托淡，利用淡来衬托浓，这样画出的画面就非常生动了。枝干把叶片连接在一起，但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画的是我们正对着两组叶片的重叠效果，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其变化特点，了解了一些变化特点，我们就可以掌握其动态的规律。我们现在画的是正视中的上下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视平线以下的叶子大部分会向下，而视平线以上的叶子大部分会有向上的趋势。我们在创作时要注意这个现象，当然由于气候等方面的影响除外。我们再看一看侧视中的叶子的变化。我们在表现侧视的叶子时，远端的叶子会有向外的趋势。这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侧视中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靠左侧的叶子同样有向外的趋势。这是平视中的叶子的变化，平视的叶子上下变化平缓。Thank you.
这组也是平视中的变化，叶子的变化更加平缓。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叶子的虚实关系。牡丹的叶子是由茎向四周长出，这样就会形成各种空间的层次，这种层次就必须用虚实的方法来表现出来。比如说花后有叶，叶后有花，层层衬托，这样才能体现出空间感。这就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我们现在画的就是前实后虚，前深后浅的表现方法。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嫩叶的画法。牡丹的嫩叶颜色较浅，呈黄绿色。画牡丹嫩叶的时候要掌握用水和用色的技巧，一般是将花青、藤黄和三绿调和在一起来表现嫩叶，或者是用花青、藤黄加上曙红来进行表现，也可以加赭石，这要根据画面的色调来决定。画完叶片之后，再用胭脂加曙红来勾画叶基。下面我们再看一看画嫩叶叶片的用笔方法。嫩叶在用色上比较鲜亮，呈暗红色。我们再来看一看嫩叶的不同表现方法。上面两种嫩叶，我勾画叶茎的时间是不同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它们的不同效果。前面一个我们趁湿勾画的叶茎，而后面一个是叶片基本干了以后再勾画的叶茎，两种叶茎的效果完全不同，所以勾画叶茎我们要根据画面的需要来确定勾画叶茎的时间点。牡丹的品种不同，表现嫩叶的方法也就不同，但基本色调和方法是差不多的。嫩叶泛红，颜色鲜亮，在画时要注意叶子越嫩颜色越浅，叶茎暗红。我们再来看一看不同颜色叶子的对比。在这里我们再重点说明一下，画叶子勾叶茎是最关键的，叶子的反、侧、正、背都是靠叶茎勾出来的，这一部分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练习。前面我们讲过
牡丹的空间层次是用虚实关系来表现出来的，可以以实衬虚，也可以以虚衬实，层层衬托。我们现在所表现的是不同色彩的衬托，用老叶衬托新叶，用新叶衬托老叶。这种衬托方式可以使画面的色彩更加丰富。这部分内容就讲到这里。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各种叶子组合方法也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能够多加练习。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牡丹枝干的画法。俗话说，画牡丹花好画，叶难画，枝干更难画。一株牡丹花的框架和茎骨就是枝干，美丽的花朵花苞没有强壮的枝干来支撑，就会感觉无精打采，所以枝干在一幅牡丹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就看一看牡丹枝干的具体画法。我选用三支不同的笔，让大家看一看不同的笔画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这是尖鬃勾线笔画出来的效果，这是阳虚笔画出来的效果。这是石欢笔画出来的效果。三种笔的笔毛不同，含水量不同，画出来的效果也就不同。我们再看一看两种不同的纸张画出来的效果。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比较粗糙的纸画出来会比较苍劲有力。我们再看一看同一支笔蘸的水分不同，画出效果又有什么不同？我们会发现水分多适合表现嫩的枝干，而水分少适合表现苍劲老辣的枝干。那么水分多的用笔方法就适合画牡丹的新枝，而水分少的用笔方法就适合画牡丹的老枝。我们再仔细的观察一下牡丹的老枝与新枝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牡丹是属于多年生木本植物，所以老干非常粗糙，这就非常适合用含水量比较少的石欢笔来画。笔中的含水量要少，一干不一湿，行笔要有顿挫，尽量使画面出现飞白，这样更显苍劲。用笔要有顿挫，曲折多变，可顺风也可逆风。画新枝的起手，首先调淡墨或者淡色，起笔先顿，半中锋向前滑行，到了一定的位置还要顿笔，顿笔之间的长短要不同，起笔的方向也要调整，这样才能有节奏感。要节外生枝，小枝一般都在节上生。牡丹的枝干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新枝，一部分是老枝，一部分是新枝与老枝的交界处。画新枝要柔嫩，老枝要苍老。新枝的组织要有疏密、长短、粗细之分，要组成一组和谐的韵律，不要横竖交叉，更要避免平行。枝干之间的空白不能平均，要大小不等。画老枝时一定要先将毛笔蘸饱墨，然后刮掉多余的部分，这样才会笔走一半墨已经耗尽，形成苍劲的效果。行笔要稳，不可以重压，也不可以轻飘的滑行，是一种稳重带有控制意念的行笔，要有顿挫，行笔尽量使画面形成飞白，这样便于表现质感。新枝与老枝的交界处称互为，它和嫩芽前的蓓蕾画法相似，
画的时候笔上先调黄色，再调红和胭脂，最后再调一点墨，用笔时笔尖向上，笔根向下握即成。嫩芽和互为在画面中起着无限生机的作用，千万不可以忽视。我们现在画的是老根，老根在画面中虽然不常用，但必须了解它的画法是先用枯笔画出老根，然后再画出龙爪般的根茎，根茎不可以画太长，才能有深入地中的感觉。下面我们看一下老干与小干的组合画法。在画老干时，行笔要有顿挫，要曲折多变，用笔要侧锋中锋相结合，要时中有虚，运笔稍慢而且有转动，也可以逆风皴出。在勾画小干时，用笔要流畅，以凸显其圆润的质感。线条行笔要精细得意，不易顿挫和抖动。我们再看一看单珠分叉的变化。我们用石环笔以赭石调墨，笔尖蘸重墨，自上而下，中锋落笔，渐转侧锋，要有顿挫，要曲折多变。这是两株曲直对比的变化。我们现在画的是三株交叉空间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多珠大起大落中求平衡的方法。我们再来看一看花枝与荒枝的画法。嫩枝一般是以嫩绿或者是嫩绿再加上胭脂来表现的。Thank you.
们再看一看枝干的交叉与重叠。枝干的穿插中最忌讳是平行线、十字交叉、钉子生枝、三股叉或是骨架交叉等等。这部分内容与我们之前所讲过的树的枝干的画法的要求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树的枝干画法的那一集教程，里面有很多内容对我们这一课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要学会灵活的运用，举一反三。我们再来看一看根部荒枝的画法。我们再来看一看枝干与嫩芽、叶苗、嫩叶的画法。我们现在画的是叶苗的画法。画叶苗同样以嫩绿蘸胭脂，下笔要轻而细，位置要适当，要注意疏密，要画出叶苗油绿滋润、亭亭向上的感觉。我们现在画的是嫩叶的画法。画嫩叶时，用笔先调出嫩绿，也可以呢蘸少许的花青，稍微调一下，笔尖浓，笔腹淡，笔以侧锋蘸胭脂，笔尖向下落笔，注意生长结构，曲势要生动灵活。我们再看一看幼芽的画法。画嫩芽要以嫩绿蘸胭脂点画，幼芽在整幅画面中不宜太多，布局也不能太散，要适当的集中，个别的可拉开距离相呼应，这对画面的整体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嫩叶画法，是先画叶后出枝，叶子的颜色是嫩绿加花青加少许的胭脂。
下面我们看一看在创作中我们常用的花枝不同组合的表现方法。通常我们用浓墨加赭石侧中锋勾出主枝和细枝，并调和曙红与赭石，以中锋用笔在老干新枝上点画新芽，来凸显出老干生新芽的生机之感。在勾画分枝时，用笔要流畅。以枯笔来勾画旁枝，这样可以丰富老干的形态特征。运笔流飞白，可以凸显枝干的质感。画老干适合用枯笔，用笔要变化多端。下面我们看一看花茎的画法，用笔蘸花青加胭脂调和，笔尖的胭脂要浓一些，中锋出笔，从上至下以流畅的笔触画出花茎的主枝，在主枝上再画出茎叉，收笔爽快且有流风，线条要粗细得当。另外牡丹花茎的茎叉是呈互生分布的。下面我们看一看枝干组合画法的横向出枝方法。横枝是枝干从里面的两侧出枝，以横移的姿势生长，在画的时候可以用捻笔和中锋的用笔来表现。枝干的层次要分明有变化，枝干前后穿插要合理，起笔和落笔要虚实结合，运笔要注意留白，这样枝干才会有立体感。画小枝干时，墨线要有粗细和虚实的变化，老干和细枝结合时要有前后穿插的关系。我们现在看看向上枝条的画法，用墨加水调和，中侧锋用笔，从上至下运笔，当然也可以从下至上，采用转折顿挫的笔法，画出主干的大致形态，再以中锋用笔，顺着主干的大势，画出主干上的小枝，色调要有深浅浓淡的不同，枝与枝之间要有穿插遮挡的表现，树梢上的嫩芽要有昂扬向上的姿态，表现出枝干锐不可挡的生长势头。花枝的枝干往往决定了整幅画的布局结构，大干多曲，小干多直，枝节明显。画枝干时要注意枝枝相连，互相呼应，纵横交错，有整体感。要仔细的观察枝干的形态结构，要遵循其生长规律。在画枝干的组合时，要注意牡丹枝干老嫩高矮聚散姿态各异，其枝干弯曲并向四周伸张，并具有向中心聚拢的状态，单干生长姿态呈工字形，
两干在一起要画出主仆关系，三干结合要画出疏密关系，这样才能画出多姿多彩的作品。我们在做牡丹枝干的练习时，必须要掌握几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就是横出枝、竖出枝、斜出枝、下垂枝。作画时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应根据画面的需求和具体情况来对待。出枝时要注意主干和辅枝的区别，枝与枝之间要注意穿插交错的安排，要多变化少重复，要注意干湿长短粗细的对比。画老干多呈粗老曲折状，行笔时要苍劲有力，穿插时要简洁明确。画牡丹枝干时，可根据具体情况，或肥或瘦，或长或短。牡丹的枝干虽然不好画，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这节课的要点，多加练习，就一定能够画出完美的作品。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会及时回复。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节课见。